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兹尼，我今天要来拍真人实况。因为这几天我都没有上传新的影片，因为我去台北去玩了四天，然后这些是我的战利品这样。今天就要为大家猜一下我的战利品了。这一位是雅斯娜的公仔，然后这一个是初音的乐高积木。那我们今天第一部影片先要组装这个雅斯娜的公仔，它有9款，然后我只拿到雅斯娜的。对，那我们赶快来开始吧。有胶带，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拍这样拍真人实况。哇，它是这样的，这里有一个板子，头、身体、指甲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身边好像没有剪刀，所以我用我的指甲剪来拆。基座，黑手。哇，现在是早上，不对，快中午了，11:55。其实我刚才醒来，真的这几天玩太累了。这个是去台北地下街买的。一个300多块，我觉得还好。这个是我去三创园区买的，这个超贵，乐品的东西超贵。不过身为乐高迷加初音迷，我想这是值得的啦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个喂，就这样插上去了，呵，好神奇哦！它没有背上的洞可以让我插。这个应该是这样吧。然后这样吧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它就可以靠上去，是不是这样？靠上去，这样它就不会跌倒了，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马尾嘛，那叫马尾嘛，它包的是公主头吧，应该你不知道，反正刚好可以撑住它，然后这样它就可以站住。那它这一只之后，它会在我的电脑的这边，看着我。哇哦，它设计还不错哎，因为它这里有很多个凹槽，然后它刚好是配合这个马尾的纹路去扣上去，所以刚刚好。还不错，有点感觉有点歪歪的，角度位置。OK， 那这样就是这样，歪一点。可是，好，我要调整，真的吗？站着吧。这样